健康那些事，你我他的事。哎，不晓得两位有没有看到一些国外最近的一些新闻嘛？有些人呢，就因为哦这个新冠肺炎的关系，自己明明生病，你知道吗？可是又不敢看医生，所以呢小病变大病。是。哎呀，其实不要说国外，我们这里啊也是有很多人呢、啊，他们是有一点不舒服，他们就觉得说自己好像是患上这个新冠肺炎，所以疑神疑鬼的，自己吓自己。对，你是其中的一个，对吗？哎呀，我也是要很小心嘛，关心自己的健康。其实我觉得哈，如果你生病的话，又赶快看医生，而且生病出门又戴口罩哦，最好是留在家里休息，看了病之后啦，啊，不要到处乱乱跑。是，书生大哥说的真的没有错，而且呢，当你有病的时候呢，记得要去看同一个医生哦，因为呢，那方便他们可以追踪你的病历。对啊，我也是这样告诉慧芳，这样才能够对症下药。大家呢一定要各尽本分哦，这样才能保护我们美好的家园。对，要保持健康，最好是做运动。老师应该在等我们了吧？好，加油啦！加油。运动这件事，生活少不了的事。Hello， 大家好，又是我。我们今天又要做下半身的运动，所以今天会做到我们的腰部以下这个地方，来帮助你走路跟上楼梯的时候比较有力。好，来，先把你的手呢扶住椅子先，记得你的屁股呢要坐在椅子的一半哦。我们先让脚热开来，先做踏步先，两只脚算一下，可以吗？好，来，准备了，一起做，来，开始，一、二、三，很好，四，因为我们等一下要把重心放在我们的脚的部分，所以我们要让脚先热开来，你等一下在做的时候，肌肉才会有很好的发挥，加油，很好，再来，十八、十九、二十，好，现在请你把脚往外伸直先，好，动动你的脚踝，做旋转的动作。好，动作做越大越好，但是请你不要驼背哦。来，往外转二十个，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很好，八、九、十，在做旋转的时候，真的要画一个圈圈哦，而不是上下移动而已哦。加油，很好，去感觉你的肌肉，很好，好，准备换脚咯，放下来。换脚来，往外转，一、二、三、四。如果你想更有感觉的话呢，你可以把脚伸直一些。可是当你伸直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点酸，但也没有关系，量力而为就可以了。OK， 好，最后五个，五、四、三、二、一，好，脚放下来。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大腿前侧的这个肌肉，所以脚请你伸起来先。好，记得脚请你不要有这个外八或内八的动作，这样对膝盖其实不好。举起来，放下来，但是不要碰到地板哦。举起来，放下来，注意身体，请你不要往前移动，打直先。准备做二十个，开始，一、二、三、四。这时候你会感觉这个地方哇很紧哦。六、七，记得身体不要动，脖子也不要动哦。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加油！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放下来，换另外一只脚。记得你做完右脚一定要做左脚哦，不然两边会不平衡哦。来，一、二、三，加油！四、五、六、七，记得脚不可以外八哦，不可以外八哦，加油！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好，放下来，一只脚一下，这样叫一、二，可以吗？加油，来准备喽！好，来开始，一、二、三、四，记得是抬脚哦，不是踏步哦。这时候你在做的时候，把背打直，会觉得背部有点酸酸紧紧的感觉，这是正常的哦，代表你的动作是做对的。代表你的背有打直，所以你才会觉得背部有紧紧的感觉。加油！好，最后五个，五、四、三、二、一。好，现在把你的右脚拿起来，我们 hold 住它十秒钟，准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放下来，换另外一只脚，有没有觉得这里紧紧的？有哦，来准备咯，开始，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九、十，放下来，还可以吗？各位，好，现在要做到是大腿前侧的肌肉哦，把脚稍微举起来一点点就好，不要太高，把脚往前推直，这时候你会觉得这个肌肉好像紧绷在一起的 ，OK？ 好，放下来，好，推直，放下来，好，一起做十个，来，一、二，很好，记得不要用踢的，用移动的，慢慢的移动，很好，再来，三、四，再来，五、六，很好，七、八，记得要数出来哦，九、十，好，放下来，换另外一只脚，来，准备咯，举起来，踢出去，一、二、三、四，记得不要用甩的哦，五、六、七，加油，八、九、十，好，放下来，现在把你的脚伸起来 ，hold 住十秒钟，来，开始，脚尖给你勾起来哦，一、二、三、四，加油，五、六、七、八、九、十，放下来，换脚，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放下来，还可以吗？好，我们现在要做外侧的肌肉哦，所以把脚打开来，好，合起来，再打开来，合起来，但我们不要做太快，因为我们要用我们外面的髋关节外侧的肌肉来准备咯，身体打直，扶住椅子以防安全，来，一、二、三，把你的感觉放在这个地方，六，很好，七，请你把背打直哦，九、十，很好，十一，去看一下你的脚有没有一起打开，一起合起来，一起打开，合起来，很好，再来，好，记得脚要放轻哦，哦，不要太大力，加油，最后十个，十、九、八、七，加油，六、五、四，记得要数出声音哦，二、一，好，回到原本的位置，好，两只脚跟肩膀一样宽，来，把你的脚尖这个地方，请你垫起来，刚刚做了大腿的肌肉，现在要做小腿的肌肉 ，OK？ 好，来垫起来，好，放下来，垫起来，放下来，用你的大脑去控制你的小腿的部分哦 ，OK？ 来，一起做，开始，一、二、三、四，但是要特别注意哦，有时候有的人在做的时候啊，它会变成一边快一边慢，要一起起来，一起放下来，继续，很好，很好，但是不要眼睛不要看地板哦，不要去看你的脚尖，用你的大脑去感觉它就好了，很好，因为当你看地板的时候啊，你的头就是弯着的，这样对景象不好哦，很好，最后三个，三、二、一，好，做完前面我们要做后面，所以把脚往后勾起来，放下来，来，准备，开始，一、二、三，通常我们在做这个往后勾的运动会比较难去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常把脚勾起来做这个动作，所以你在做的时候会觉得好紧哦，好像很硬，对不对？没有关系哦，这是很正常的，加油，一样用你的大脑控制两边的肌肉一起起来，很好，再来，加油，很好，最后五个，五、四、三、二、一，好，我们把前后的动作加起来，垫脚尖，放下来，勾起来，准备咯，开始，一、二、三、四，加油，五、六、七、八、九，记得在做这些动作，虽然它比较容易，但是你要确保你的动作是正确的哦，你要 control 你的两只脚是怎么样，一起上，一起下，一起上，一起下，加油，最后五个，五、四、三、二、一，好，这时候请你的把你的脚呢稍微这样用你的手拍一拍它，因为很硬，对不对？把它拍一拍，把它拍一拍，很硬哦，吼。好，两个手握拳，把它也推一推，推一推，帮它按摩一下，啊，让它放松一下，不然你的脚硬硬的，这样很容易会抽筋哦。啊，把它推一推，推一推，好，来，现在把你的手打开来，
好，我们准备做深呼吸的动作，来吸气，好，来吐气，很好，来第二次，来吸气，很好，来吐气。要跟大家说，为什么吸气的时候要把手伸起来啊？因为当你手伸起来的时候，你的这个胸腔就被你打开来了，所以你手伸起来吸气的时候，就可以多更多的空气进来了，再吐气，这样才可以做到深呼吸。来，手举起来，一起配合吸气。好，来吐气。好，但记得你不要吸到一半就怎么样，憋气哦，你要一起顺着一起上来，一起出去。再做最后两个，来吸气。好，来吐气。在吸气的时候，觉得空气有进来的感觉。最后一个吸气。好，来吐气。好，你们做得很棒，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励鼓励。哇，真的应该给自己掌声鼓励鼓励。每天呢腾出这样一点点时间做一些简单的运动，其实对身心很有帮助。对，那么今天我们做的运动主要是腿部的肌肉运动，对吧？这个肌肉一强壮的话，是不是对我们的膝盖有帮助？因为老年人通常都是会觉得自己的膝盖疼痛。其实当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啊，膝盖会跟着退化，所以我们才会希望大家先坐在椅子上，先让肌肉强化先，才来做一些站着的运动来保护膝盖。像这样的运动有没有时间性？像早上做最好，还是任何时候你想做都可以做？我会建议，如果是年长者的话，在早上做的身体状况跟他的状态会比较好一些。对，如果晚上做，可能会让你可能会有睡不着的情况喽。对哦，因为太过兴奋，对，太过肌肉也好，身心也好。对，早上的阳光也不错，哎，感觉很棒嘛。是，通常呢是要做多少运动比较好？是看你自己对这个运动的适应能力啊，如果你可以做，当然就多做，会对你好一些。但是如果你没有运动的习惯，就先从培养运动习惯先开始先。是，不管你在做什么的时候呢，简单的动作都可以做嘛。对，没问题。那当然，大家要乐活，乐活呢就可以健康的生活。是，好，稍后我们马上回来。防疫小常识，大家要知道的是，最近好像很多人都在讲消毒、消毒，还有个人卫生哦。其实我们可以好好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对，个人卫生就是我们每天都在说的，勤洗手啦。没错，洗手也有正确的步骤。一只手掌心覆盖另一只手的手背，食指交叉搓磨，接着双手掌心相对，食指交叉搓磨，然后指背叠在另一只手的掌心，食指相扣搓揉，其中一只手握着另一只手的大拇指旋转搓磨，一边五指并拢贴在另一只手的掌心，正方向旋转搓磨，最后双手用清水洗干净就可以了。注意自己个人的卫生啦，比如说我们就是要咳嗽啊什么的，用纸巾啊就是捂住你的鼻口了，然后用过了之后那个纸巾不要乱丢哦，就是你要好好的处理，丢进垃圾桶了。因为有时候我们去这个美食中心吃东西，你会看到很多人用了那个纸巾之后啊，那可能他用来抹桌子啊什么的，然后就随手就放在那个桌子上，其实那个会飞的，如果万一说有细菌的话，那你不是害到别人，飞到别的地方去。 对，其实说到这一些嘛，吴医生要不要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传达的这些讯息嘛，就是勤洗手啊，这些真的是有起到呵止的作用吗？当然会起到呵止的作用，因为其实大多数的病人是因为触摸到被感染的一个表面，而且自我感染，所以洗手是一个最重要来避免传播病毒的一个方式。那说到洗手的话啦，要洗多少次那才是正确的？因为很多可能乐龄朋友在想，你叫我洗手，你叫我洗手，这样我一天要洗多少次？在你触摸你的脸部、口腔、眼睛、鼻子之前，你就应该洗手。吃饭前、吃饭后、上厕所前、上厕所后，可能呢一天3-4次也可以。可是当你触摸脸之前，一定要把手给洗了，洗干净。没有肥皂用水，没有水用消毒液也可以。OK， 所以就是随身要带一瓶那个消毒液啦。那至少呢，你当你找不到水洗手的时候，你可以消毒一下。可是呢，如果自己手呢又对于这些含酒精的这些消毒液敏感，那可以怎么办？对，所以有些病人因为用太多酒精，导致手有一些湿疹，
你可以买一些非酒精的一些消毒纸巾放在你的车上或者你的包包带随身带，所以那个也可以起到一些帮助作用，也可以。对，那像刚才我说的，如果我们出外用餐的话呢，我有一个建议啦，因为我们很多人家里都有折那个纸盒啊，有时候你用来吃鱼啊，那个放那个鱼骨啊，丢那些花生壳那些，不妨呢随身带，因为你去到那些食物中心的时候，可能你就可以把你不要的一些或者是脏的东西啊放在那个纸盒，然后呢把它包起来拿去丢掉。对，真的很好。哎，我刚刚听你这么一讲，其实真的，因为很多时候你知道你到外面可能你吃一碗虾面啊，有肉骨啊这些都能放在上面，就不会把这些呢所谓我们的残渣放在桌上，那就影响到下一个可能来用的这个朋友。对，那也保持地方清洁，那至少为别人着想。其实这个真的有帮到吗？因为很多人吃东西就把它全部丢在这餐桌上。基本上我们要避免触摸到别人的眼泪、口水和鼻液，所以是真的有些人在小饭中心吃饭之后把骨头吐出来吐在桌子上。对，其实这样挺不卫生的，弄到很脏。所以桌子其实有它的口水。是，所以呢，这个非常时期呢，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保持良好的这个卫生习惯了。对，防疫的措施呢，人人有责，所以大家都要注意哦。所以要一再的提醒，刚刚我们说的那一切 ，OK， 这时候好好去理清，再想一下 ，OK， 然后最重要就是呢，要记得该做些什么，避免外出就能够减低自己被感染的机会。如果不得不外出，也尽可能避免去人多的地方，或者可以选择在非繁忙时段外出。和他人保持至少1公尺的安全距离，保护自己，同时也保护每一个人。健康那些事，饮食这件事。哎，是的，两位啊，不晓得在家里有没有煮饭的呢？我就是教课煮饭，一年煮一次给家里吃，过年的时候。如萍姐，哇，偶尔啊，不，很少很少。其实现在要煮饭也很简单啦，如果你需要食材的话，也可以上网订购，然后直接送到你家嘛。那么如果呢，像乐龄朋友一些不会上网订购啊，或者是不喜欢在网上订购，像我这样呢，就会选呢不繁忙的时间呢，去 supermarket 购买东西，就不用跟人家挤在一起啊。尤其是现在这个非常时期，最好是小心一点，说不要太拥挤的地方，人太多的地方都不要去。对，那当然 ，OK， 你买了这食材呢就要煮了嘛。今天我们潘老师就来教我们要煮了。老师今天要煮什么？活力菇菇饭。哇，活力菇菇饭。菇菇饭，菇菌类。OK， 为什么会选择这一道呢？因为这道它的营养是可以讲做 A 组 Z 的。那我们今天用了个发芽米，它有个氨基丁酸，它是叫 GABA， 它是可以溶解我们的血栓，让你的血管有弹性的变大，所以会预防老人痴呆啊，还有心脑梗塞。它可以抗老化。强壮你的骨骼，增强你的，而且是肠道的清道夫。对，因为它经过那个有机的糙米去催芽出来的。米有三种啊，白米、糙米、发芽米。那我们今天会用发芽米哦，大概300克是2个2杯。OK。我们两米的杯2个2杯，那你放3杯半的水，是550毫升，你要浸泡2个小时。然后呢，我们需要综合菇，综合菇是多糖体哈，它有抗癌的作用，而且它可以清肠胃。那我们现在把那个冷压的麻油倒进来，你不用等它热哦。OK。因为热的时候下去的话哈，就会破坏它的油。所以什么是冷压麻油，老师？冷压就是没有经过那个加煮的，就是 cold press 的，所以它没有热能，吃了它不会上火，也不会肥胖啊，它热能比较低。然后把蒜头加进来。那如果没有冷压麻油，普通的麻油可以吗？可以用普通的麻油，就把这些加进来，不要太黄了，把菇类加进来。里面有这个蘑菇、金针菇、红喜菇，就把它。其实是三菇嘞，三菇，三种菇吗？不是二菇哦。不过你们可以用其他，你好像还有鲍鱼菇啊、美白菇啊，还有一个叫五菇啊，都可以。所以只要是菇类就应该都 OK。对，因为菇有那个多糖体啊，那加进来我们把它炒掉它的没有那个腥味的时候，大概炒1分钟，那我们就放入那个白果。白果也不适宜吃太多嘛，对吗？一天的量是10颗就好了，太多微毒，因为它有微毒，所以你吃太多反而弄巧反拙。那它是金菇是对记忆力，
对脑很好的，中年的吃这个很好的，因为我们的肌肉是退化嘛。对。那金瓜呢？它是软的食物，对于那些手脚冰冷啊，比较寒气的人吃，它可以暖胃，还可以美肌肤哦。我要多吃啊！而且它有那个胡萝卜素啊，能够增加你的视力。他们把它炒好之后啊，他们就加一些胡盐。好，然后我们放那个鲜鸡粉，鲜鸡粉是天然的味素，它用牛蒡啊、冬菇啊，还有那个胡萝卜去提炼的。那我们要增加它的色泽，就加一点天然的酱油，大概随便这样炒一下。是。之后呢，我们就把它倒在那个饭锅里面。我们先把米倒进去，那洗过米的水不要倒掉。可以拿去洗碗啊，浇花，去油啊，去油啊，对，我们把这些料加进里面啊，所以这个很方便嘛，我们把它搅均匀。下一个步骤我知道，马上放进饭锅，快点煮了。这是 normal 的煮饭时间是吗？是，它煮了它自己会停。好，那我们就等吃饭喽。好。哇，很方便的老师，这样一锅熟，是这样快吃快吃，试一下，试一下，哇，很香，好吃，因为很多菇类，所以它的这个咬劲很好，金针菇很 Q 嘛，是，所以感觉很棒。这发芽米色是软 Q 软 Q 的，很好吃，煮一大锅就可以一家人一起分享的，全英咬住在里面了，所以乐龄的朋友要学起来哦。是，快点在家里试一试 ，OK， 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健康那些事，你我他的事。筑起防疫之墙，人人有责。现在就下载 Trace Together 手机应用程序。加入追踪接触者的行列，让我们一起携手对抗疫情。